在接下来是讲到精进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人就是以具足四个特点来做的一个修持，称之为波罗蜜多。而精进的一个本质就是喜于善，就是心呢对于种种的善法能够欢喜。 嗯，今年，甚至，年轻小，他送药嘞，年老死那个药嘞，忘了年老，那年老，原来以为呢，啊，一路打你面的年老，叫我年轻的年老，你们那身边年老送药嘞是？南部，南部，一路打你面的年老，一路打你面的年老，一路死了。嗯，你叫我年轻的年老。 叫我明心的路，叫我明心的路，叫我明心的路，叫我是那叫我明白了，是，叫你，叫我呢，你让你了解，跟那么说叫明白，你明白了，叫你了，你那个什么呢？你让你了解了，你有没有什么的路？你好，我让你有没有什么的路？那什么的路？在这个。 精进它具它所具足的这个四德特点里头的第一个特点，与精进相为的一个部分能够完全舍弃。那这个与精进相为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懈怠，那就是能够完全的舍弃懈怠。而在讲到这个懈怠的话呢，它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放逸的懈怠，第二种呢是恶行的懈怠，第三种呢是懒散的一个懈怠。 就是说，第一种懈怠就是去享受这种放逸的懈怠；恶行的懈怠就是去做种种坏事，就是这也算是一种对于善的一种懈怠。第三种的话就是懒散，就是什么也不做，就是睡觉等等这样的一个懒散的懈怠。今天晚上。 还有我们讲到精进的时候，定它的一个本质，它的定义来说是喜于善，因此呢，必须是欢喜善才叫做精进。如果欢喜于恶的话，那就不叫做精进。你看，你原本讲的，你是喜欢你的顺缘的，顺缘结了做恶是吗？顺缘是一定给为呢，做为什么结？ 下地而来，顺方极乐诸佛。寂静菩萨在《入行论》里头呢提到，就是所谓的一个精进呢，就是喜于善法之心，就是我们那颗心是欢喜于善的这样子。啊，你来引上啊，那你若当，好过了，你若当你念的念了，是应该念到这个下位呢，那你若没说给当辈。 当部当部去过修罗，去肯定去过修罗，等于去不不给马来，肯定把心把心不接了，你一路当念一路差几多嘞？是吧？首先呢，第一种在讲到这个懈怠的时候，不是有三种？那第一种呢，这个放逸的懈怠的话呢，就是说，一开始，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对于善法很精进，就是佛法，我们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学得很精进。 但是之后呢，对于这个佛法呢，就没有再提起这个兴趣，后呢，认为反正我怎么修也不会，修得更好。对于自己的一个这个力量呢，是小看的，然后呢，去着重于各种享乐之中，那这呢，称之为放逸的懈怠。你叫我明心的来到世间的，你把弥陀的那把照啊照修过瘾了，你叫我明心的来到恰地而来。 然后第二种呢是恶行的懈怠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对就是善法是不仅是舍弃，然后呢，而是积极的，然后去做种种的一个恶行，就比如说食不善业，那这个呢就称之为恶行的懈怠。
那做完这个马基，那个地的西方那些结果也是好了。然后第三种两善的懈怠，就是说，即便呢是已经进入到佛门之中，但是对于佛法不起兴趣，然后呢，只是一直就是懒散的这样子休息，然后没有很积极的去做种种佛法的一个修持，那这个就是称之为懒散的懈怠。然后顺顺的呢，一万一呢，你不是顺顺的是有的，你不是顺顺是跟的，那不是是那个说嘛，特别高的，说说了的春夏，春夏马天这个一季，更加多了，地南星季，连连云半年的话，你去主要是来想要的是。国学生就，国学生就，国学生呢，既然嘛是顺义派，所说的那个没接地，跟人家连上心，那什么联络派，那联络派，对吗？联络帮你派，来给了什么钱才给我联系？在这个精进里头呢，它也分为三种，第一个呢就是铠甲精进，铠甲精进，这铠甲呢是一种譬喻，就是说。我们在打仗的时候，身体要穿这个防身的这个铠甲。同样，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修持佛法的时候，我们呢也应当的把精进作为一种防身的一个铠甲。那这是防止什么呢？防止懈怠的一个攻击。所以呢，这个铠甲精进就是守护我们的一个修行，然后呢，防止遭到懈怠的一个攻击。嗯。因教会信主，因教会信主是因的，因咱们到信主送，咱们点的有下，点的买嘛，因当初可能的，当到什么时候想要的时候，没注意到你，后头那样子，大部分人现在年龄结婚，大部分人你嘛大部分点的，去年年龄的啦，什么时候想要的时候，教会信主是吧？教会信主，教会信主是因的，可能到第三、第四年时候，咱们得做这个呢，但主要是呢，他给他问题呢，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就了。咱们也人民那里的都有啥给了的那么一把，就是大概了解把了解一下就了。第二种呢，叫做变就是指的是防止变异的一个精进，就是就是我们在精进的时候，并不是一阵又一阵的，就是说这一两天就是非常的用功，然后呢过了这一两天之后就放下来松懈下来了，然后又过一两天又开始非常的有用功，这种变迁的一个情况呢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是防止这种变迁的一种精进。你吃过了没事没事你吃过了没事没事你是应该别想问那个说的，你去云南做的公安当员哇？你公安的，你当个这个上个月的的，你那上个月那些话有什么反应吧？杨家的弟弟上了当年，杨家的可能的，娘子两个接着抢女儿的，全部没心没心的，他虽然那个杨家娘子接不了，全部没心没心的，出息嘛接吧，接下女儿，出息是这样的，那个全部没心没心的哦。第三种精进呢，是叫无厌足精进，就是永远不感到满足，从来也不会觉得厌倦，也不会觉得满足。无厌足精进，这无厌足精进就是只是说，我们在学习的佛法的上面呢，不会觉得说，我做到这里已经够了，我今天做到，比如说，四加行做到五十万遍，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圆满了，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会时时都会想到说，我还要再更加强，然后呢，再更进一步去学习。那这个呢，叫无厌足精进。今年甚至给培养这个人呢，自己去过，人家差几个人，还是呢，但没开始，那几个人那样拿心的话，自己去过，人家也话的，我呢，那甚至恐怕了天天就话的，甚至给培养，自己去过。别那俺们说的，大家给大家做那些嘞，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可以写那么说，大部分特别的这些情况嘞，你搞来了点你用完的是吗？啊，你甚至全部以为，以为解放了点你用完的也是。然后呢，这个精进能够所产生的功德呢，主要是让我们具有威严。这个威严就是说，一个人让人家觉得他非常的
有这个就是说当人见了之后觉得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气势在，让人见了就觉得非常的佩服，就感觉这个人是很有威严，很有他的一个风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会让人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说这个人是我们不可去侵犯的，会非常的尊敬他呢？主要是因为他具有精进，对于他所做的事，他是很精进做的一个缘故。那三千八千규모，那三千八千규모，那가래서는나개발시기인기개회쌤나교회미보다쌤시기도시작이루지레스精进是在讲完精进之后呢，再下一个呢就是禅定。禅定的话，同样是具足四个特色而所做的一个修持。那禅定的一个内容，它的定义呢，是指心专注于善法。那三定里面进去，南明的。三定里面，南明。南明。然后禅定的一个它的一个相违的相违面呢，就是放逸。今天三定的呢，一万一呢，一万米几的三定是有的，那一万米几的三定是有的，那那么修比高的，等于三定我们只能查理有的，那么就是那罗马说的。南无有了哇，南无的修念，定义心我们进了下一个嘞，第三个的嘞，它定义心嘞，三念嘞，等于心念，等于几块嘞，进去里面那么的，你那样的，第三个，南无修念，第三个的，把说什么是的那，什么是定义心我们那样，定义心下一个嘞，什么是的中道我们那样，什么是。세미시기때문에그리고손에땀을넣는차가있는세미세균에가있는얘가띵이진차이에요다다가서난다지바미지기삼미시기지바미지기지바미지기삼미시기지바시기내가뽑을거예요그다음지바는먹을거예요지바는같이충충해지바나비열에침몰나비열만같이가서난다람나시기깨물라지바스나비열에那个嘛，那那么些做做计划呢，计划是那个嘛，计划，计划哦。你开始开发呢，计划那个嘞，原本呢，计划是那个嘞，计划里边的那块呀，那个那大概是哪？计划，年纪，年纪，年纪上点东西。那计划年纪的上点的，数量比刚才，我们定义性质啦。당기가래소란바그소란바라고강사소란바라고흥이몸에띵이지나아니제발이지이상된다기가래在这个禅定这个三种禅定里头，第一种禅定呢是指凡夫所行之定。凡夫所行之定呢，这个凡夫就是指未在五道之中未达到见到的就是指的是未达到见到的，比如说是觉南巴这个对不对？觉南巴的说那么细嘛，觉南巴先说那么细，说那么。那这个里头所指的一个凡夫的话呢，是指五道里头呢，特别是指这个资粮道家行道的话，并不在这之内。所以呢，这个凡夫所行之定的话，是指资粮道他所修持的这个定。那一般我们讲说是定啊、三摩地啊，或者是等持啊、等住，它在广义上呢是相同的。那在这个时候所讲的这个凡夫所行之定的话，它意思是指资粮道在观修四无量行的时候，它所具有的那一颗心，称之为凡夫所行之定。那因为在我们专注于观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心是专注的，那个时候呢，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一个定，所以这里所指的这个是指资粮道在观修四无量心的时候这样的一颗心。等于，等，等那几个生命的，等那对几个生命的，
刚才叫他们这么讲啊，啊，准备三点几来下个月的，是，六点几三点，是六点几点三点，几点几点，好，来得及啊，好，六点几，六点几，嗯，六点几三点。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就是明辨法义之定。明辨法义之定呢，就是对于这个内容，法的内容能够很详细的去就是去分析这样的一个定。那这个呢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加行道的修行者，他在思维法要的时候，他所具足的这个心念，称之为明辨法义之定。一心是为三念，一心是为三念之因的，通南念，等于广南啊，弥勒南那修行的啊，广被定义境界的下一个嘞，一心是为三念。第三个呢是称之为如来之定。如来之定的话呢，它所指的呢就是见道、修道、无学道这三个已经能够见到心性的这个圣者来说。他心中所具有的这个心，称之为如来之定。今天三天给培养这个习惯呢，但南面上嘛，但年娃儿，西周啊的呢，那三天给培养人。